血红的眼眶，为谁望着远方？哪里有雄险，哪里就有好汉。多少责任就要有多少的担当，当然才会把使命扛在肩上。为了使命出发，听一道终极单唱、哦、血与汗让它飘洒，兄弟谁都不准哭一下，来吧，属于终极的战场。像男人一样的倒下，我本来想弄清楚照片背后的日文写的是什么意思，可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模糊不清，无法辨认。后来我发现这栋建筑，我觉得很是眼熟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一个朋友跟我说过，这样的建筑在日本岩手县是最具特色的民宅。所以我查了资料，门牌上的地址是在日本岩手县。那这个顾一男跟岩手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托日本的朋友已经问过了，这栋房子里住着吉川一家人，男主人叫吉川藤野，他的儿子叫吉川一男。顾一男原名吉川一男，生于日本岩手县，大正十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。吉川一男，那你们这东京大学同窗校友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潜伏的一部分，在那儿之前他应该接受过秘密的训练，后来又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，学业有成之后才回到中国的。队长，鬼子，这么快？快点，阿姨呢？哎。制定的潜伏计划。嗯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东北的时候我跟你说过，你们行动队安插着一名日本间谍，代号是影子。记得。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顾一男。通知影子，让他出来见见太阳，务必找出隐藏在我们内部里应外合接走福田的那个内鬼。嗯，难怪呢，我说这顾一男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博得这个池田的信任，原来他们之间早就有渊源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这样，明天一早我去稽查大队。嗯。顾一男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现在就开枪！谁有炸药，谁是孬种！闭嘴！队长，来了。对了，队长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毕竟我跟许队长一块共事了一段时间，而且跟许嵩又有同窗之情，我想在行刑之前再陪他们说说话，也算是送他们一程了。你还挺讲义气。行啊，去吧，抓紧时间，我还约了朋友打牌。顾一男，你诬陷我！队长，喝点吧。您要还有什么遗言，尽管跟我说。呸！
你现在假慈悲，猫哭耗子，你想杀你想剐，快点啊！我说队长，就算您不顾及自己的恩，也得考虑考虑您儿子。许嵩再怎么说也是你许家唯一的一个独苗，我看要不这样，你就认了吧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儿子的命。真的？爹，你别跟他废话。孤一男，你挺会装人啊！ 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跟你一样狗血偷生的。要死，我跟我爹一块儿死。小松，这说得好。许嵩，你我同学一场，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跟学识。你是个识时务的人，我想你现在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境地，应该没有什么比性命更重要的了。 对吧？我看要不这样，你劝劝你们家老爷子，说不定我还可以保你一条命。顾一楠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高寒，你是一个背信弃义、通敌叛国的人，应该杀你全家，诛你九族。少叔，哎呀，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够酸的。许嵩，你这些书都白读了。相鼠有耻，人而无耻，人而无耻，不死何也？少叔。 说得真好，你说你们这些读书人，啊，就是固执。不过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，如果我要是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你，你还会不会这么固执？要不我跟你说说？怎么，害怕知道？那我更得跟你说说了。其实，送你和你父亲来这儿的不是我故意难。 而是你最最最最敬爱的高寒。你好，我们是华界警察大队的，要见一下稽查队的李队长。李队长不在队里，他去哪儿了？我们有要事要找他。 李队长办个小时之前坐车出去了。是这样的，李队长委托我们搜集一些秘密的情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，能告诉我他在哪吗？李队长带人去北郊刑场了。北郊刑场？怎么？吓傻了？其实，高队长早就在特别行动队的时候，就开始物色自己的人选了。 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只有我跟高寒两个人进了警察大队？当然，是他安排我进来的。因为你们的身份背景都太显赫了，他怕控制不了你们，所以才让我在警察大队协助的。哎呀，我们的这个高队长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野心有点大。所以你父亲才成为了他向上爬的。 第一个目标，文杰，你再快点！儿子，不要听他胡说，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，我们谁的话都不能相信。要证据是吗？ 在你们家打死的那个警察，其实他没有死，只是高队长一直瞒着，没有向上报而已。所以你，才和你父亲在这儿一起被枪决。还有毒品的事儿，你真以为你们那么神勇吗？高队长，我还真要感谢他，要不是他的戏演的那么真那么好。 你没有怎么会相信这件事，所以说，高队长就是高队长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许嵩啊，我早就听高寒跟我说你单纯，不过我不认为那是单纯，我认为那是蠢。顾一楠，你这个小人，你太卑鄙了。走走走走走。
不是卑鄙，这是智慧，是你们永远也猜不透的智慧。有完没完？时间到。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带着这些秘密上路吧，我的老同学。好了好了，准备行凶。爸，孩儿不孝，孩儿来生在报答你。爸对不住你，爸没有保护好你儿子。爸，你说。爸，你里边干什么呢？我们是华界警察大队的，要见一下李队长。我们李队长现在有公务在身，你们几个在这等会儿吧。我们是南京总部派来提取徐子文的，麻烦通报一下。提取徐子文？是。把你们的证件还有提取公文拿出来让我看一下。哦，带了带了。你快点给他看一下。公文快点。这样把公文拿出来看一下。啊，上路快点快点上等一下等等。哎，高队长，哎，我们有坏话。徐子文父子是被顾一男陷害的，我有证据。队长，他们还真是要置我于死地。等等等等，让他先说。顾一男，你就别演了。你的原名叫吉川一男，出生于日本岩手县。大正十年，你考入的是日本陆军官学院，接受全方位的训练，而后隐姓埋名，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考入了东京大学。毕业后来到中国，成为日本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。关于你的身份，所有的资料证据我都有，而徐子文的一切罪证是你亲手策划的，对不对？顾一男，怎么回事啊？队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高寒编造的。顾一男，王八蛋！顾一男，闪开！别过来！把人放了！别开枪！对，别开枪！对，别开枪！把人放了，听见没有？再过来我就炸了他！闪开！把人放开！别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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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日本人！好，队长，没事啊，没事。这个顾一男竟然是日本人！闪开！都让我炸死他！别开枪啊！顾一男，你真是日本人！废话！别开枪！哎，大哥！哇！各走各的路，高寒，我告诉你。
我求求你，从今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会办。爸，你醒醒吧！ 今天沈大爷，我陪你玩玩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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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阴的啊！来呀！放！不露啊，龟男装得挺苦的吧？哎，看你们哥几个这怂包蛋子样啊，真让人打的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骨子架子都散了。哟，龟男，你还骨子快散架了？你哪打了？啊？我这满操场就看你跑得欢。哎，龟男，哎，我说你是怎么进的咱们青锋队啊？你这从头到脚哪有一点当兵的样啊？我怎么就不像当兵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会开车。哎，行行，得了吧你！开车算什么本事？我16岁的时候就带着我爷爷满处跑。沈明杰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什么车都会开，我连坦克都会开，你信不信？当时我报考咱特别行动队的时候，教官就跟我说了，说咱们行动队也得分行的。依着你这意思。将来咱们出任务，您都坦克去了。亏你牛的，好嘛！
好意思来啊，许嵩，你干什么？许嵩，许伯伯的事情，队长一直都很内疚，他也很自责啊。我不想听这些。当初是谁怀疑我父亲？当初是谁让顾一楠钻空子陷害我父亲？许嵩，这件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，高寒更加不愿意，他一直在保护你们。保护我？ 拿我爸的命吗，许嵩？对不起。其实送你和你父亲来这儿的不是我顾一楠，而是你最最最最敬爱的高队长。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有用吗？你现在知道对不起了？你说你干什么？别激动，把手放下。冷静点，许嵩。别太过分啊！我过分？那他不过分吗？跟他说。高寒，你曾经是我的教父，我一直都很尊敬你。但是从现在起，咱们两个没关系了。 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你的决策对得起我爸，对得起我们吗？我们那么相信，跟你一块出生入死，而你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嗨，别拽我！许嵩，我承认这件事。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 毒品的事，你真以为你们那么神勇吗？我爸他已经死了，而毒品呢，还在日本人手里。你呢，却在这假惺惺的回顾。你是用我爸的命在保护日本人的毒品吧？ 你跟我爸自己解释。嗨，你们去看。小子，哎，许嵩的指责让高寒愈加痛苦。此刻的他感觉神经已麻木。许嵩提到毒品依然在日本人手里，并未让他感到警觉。徐子文舍身救命的情景一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。
直纳闷了，你说这东西有什么好的呀？那么多人为了它连家都不要。我尝尝。你是猪脑子吧？这是毒品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别！你是不知道，这干大事吧，就得吃过见过。你不要命了吧你？这许嵩说毒品安然无恙，你怎么知道你拿的毒品是真的呀？不对呀，我怎么觉得这像白灰呀？白灰，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我看，错，果然是白灰。队长，毒品是假的。那这么说，许嵩说的是真的呀？毒品还在。看来许嵩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所以才不愿意跟我们说的。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他不愿意对我说。许嵩说的没错，我太自以为是了，太狂妄自大了，我对不起他。不记得死去的父亲。经过咱们这么一折腾，真正的毒品肯定不会在原来的位置了。他把假的都藏得这么好，真的肯定放在更隐蔽的地方。这个纪川一男真够无耻的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毒品还在佘山。还在佘山？他可真够阴险的。看来兵书是没少读。你们两个人绕来绕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听我说，纪川一男故意把我们引到佘山，然后故意向我们暴露毒品藏匿的地方，然后牵着我们鼻子走。顾一南走的这个方向一直下去，只会到一个地方，佘山。是佘山。那我们上当了。我自以为是，我们能够销毁他的毒品，利用社会的舆论把他搞臭，没有想到我们反被他利用。他利用了我们的假胜利，平息了学生的运动。就算是上次我们炸的是假的，那你怎么知道毒品还在佘山呀？无论真货假货都要用军车运，佘山三面全都是山，只有一条路通车，所以终点还是佘山。他们要还把那个毒品放在山里边，咱们还是没办法弄出来啊。我觉得不会的，放在山上他势必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而且容易暴露。纪川一男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如果没猜错，真的毒品跟假的毒品在同一个地点，我们上当了。哎，文杰吗？快来，我和许嵩已经破解了纪川一男的秘密，真正的藏毒地点就在佘山仓库里。奶奶的，果然在那儿，等着我马上就到。队长，天正来电，毒品就在佘山。警戒強化しろ。松警惕了，他还以为自己安全了呢。咱们上吧。哎，等等，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试探主播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联系他了？徐总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不满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是高队长的队员，也许他有些疏忽，但是行了，你别说了，
除非他把我爸还给我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他。不了，上！哎，队长，这守卫也不严呐，他们是想不到我们会杀个回马枪的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们不可以轻敌。队长，要不我去看看吧？我记得他们部署。不行，不可以贸然动手。队长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得先找到许嵩和天正他们，跟我来。十个不到，他们的火力全都集中在仓库外了。
妈的！啊，队长，队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走。哎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这太危险了，奶奶呢？怎么样，许总，你也没事吧？徐伯伯这下可以安息了。许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但是高队长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不用说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小子，别没完没了，给你父亲报仇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，要不人高……许嵩，上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失误，让你失去你父亲，不是失误，是错误。我不祈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并肩作战。许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错了吗？你没错，错都在我们。什么事不都是你定的？我们得听你的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就有用了吗？对不起，我父亲就能活吗？高寒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父亲死了，我以后跟你没关系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许嵩，你别碰我！你想说你干什么？现在怎么解释，你都不会信任我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心情跟你一样，你也不会信。我不能还给你父亲，我做不到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也失去过亲人，和你一样，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疼。但是我们还有使命，我们壮志未酬，我们面对的敌人比我们想象还要可怕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我曾经教过你们，在战场上，我们能相信的只有战友和兄弟。我今天之所以可以成为你们的教官，并不是因为我的技战术水平有多么的高，而是因为我有着一群可以为了彼此出生入死、豁出去性命的兄弟。这把枪是我当年的老班长留给我的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每回我看到它，就会想起曾经为了救我而牺牲的战友。唯一能相信、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战友。小子，别忘了我们是兄弟。对，同舟共济。静一静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许嵩他真的要走啊？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该走了。 兄弟呀，我们一起走过。